怕你们笑话，自打去年算丢了三碗面，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，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，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，有的还弄点辣根拌面，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。但是我并不气馁，开了这家烧烤店。你仨能精神了不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，给我留点神。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，给我盯住了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没毛病。上医院看了，确诊了，都是你的毛病。不招你算差账，面馆能黄吗？不招你算差账，我跟你姐能分手吗？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，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，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。没毛病，姐夫。还叫啥姐夫了，我跟你姐都分了，这是单位，别套近乎，给我叫程总也行，叫野哥也行啊、嗯。好的，野总。野总，我叫程野，叫程哥也行，叫野哥也行，怎么还整这野总了呢？叫哥行吗？好的，野总哥。你们这仨就可以了。那个今天是过年哈，咱们正常营业。今天我们搞活动，大酬宾，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，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。你们呢，增加点收入，瓶盖留好了，晚上到我这换钱，开心不？开心。高兴不？高兴。乐呵不？乐呵。双击666。能。别走，你俩上后厨串串去，把手洗干净的啊。你不用，哎，我家那小狗呢？小狗让嫂子抱走了，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！狗粮带走没？都收拾好了。把卫生收拾好，我监督他俩去。好的啊。哎呀，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。大江南北火了一片，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。今天我故地重游，回来再看一看，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？按照东京北纬来算，就是这个店。叶子呢？哟，辣根哥哥，海带妹妹，海带妹妹看看我，辣根哥哥出肉了。海带妹妹答对了，进了高速井了，进屋喝点热水啊。请我喝点热水呀、啊！带红毛巾？不用毛巾，我自己带毛豆了，自备了。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。那什么，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？我家店面升级了，今年改烧烤了。啊，改烧烤了，有没有什么特色？看菜单。海参，烤海参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，就把我憋就坏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吃的烤海参，来一个海参烤一串，先给来一串啊，我看看味道怎么样，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。好嘞，顺便看看你家菜酱有毛病没，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，辣根没把我闷死。菜价挺合理，有2.6的，有4.8的。串来了，串来了。玩呢？海参呢？海参抽抽了啊！别告诉我海参让柴油给造了。海参呢，纺线去了啊？干啥呢？等柴油骗我呀？给我个完美的解释。这不写着呢吗？海参烤柴油。啊！又玩虚拟文字游戏。快别看，又是你哥烤的吧？对呀。哎呀，我去，咋年年整这事儿呢？这是干啥呢？海参，你给我出来！哥，啊，谁呀？辣根哥，海参弟，我给你备货去啊！干啥备啥货？辣根地道战吗？行了，你把我整死得了呗！你要去是眼药，怎么的呢？怎么的？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。哥，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？
那不甘露还能咋整啊？我泡水喝的呀，整点啤酒啥的。我不能喝酒，酒量太次。男人不喝酒，少在世上走嘛。大过年的喝点啊！这给啤酒给拿来。好嘞，不等会儿，等会儿你回来问回来，我酒量不行，拿多少啊？拿一瓶。那你再等会儿的，多少钱一瓶？5块钱一瓶，买一赠一，哥你合适？那我又喝不了怎么办？喝不了可以退。啊、哦，那行了，整一打吧。哎呀，来一打，这太辛苦了。哥，我跟你说啊。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，嗯，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，嗯，汤面换炒面，嗯，完了之后不给钱，好使不？差点被人打死，那是你套路没使对，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。酒来了，这是买的，嗯，这是放的。行了，我酒量还不行，哥你真的啊，嗯，大过年的。老弟也没啥表示的，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，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！老弟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来年越长越白，越长越高。我先打个样，干了啊！这次干啥？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！你把瓶盖你捡来干啥呀？等一瓶啊！啊！我你来来来，哥你干啥呢？哥，你咋？兄弟，咱有杯慢慢喝呗，给点面子行不？干了，老爷们儿，你看我干老量不行的嘛，干了。哎呦我的，有点破，哎，好，哥你太棒了，哎呀，别呛着啊，谢谢哥，谢谢啊，今年啊，这么的哥啊，我再敬你一瓶。嗯，是吧？好事成双。嗯，你这样兄弟，我酒量不行，我就一瓶量。不开心？不开心呢？不高兴？我高兴啊！你高兴你就喝点呗。你这么的，你要不开心，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啥游戏？让你既开心又高兴，酒还下得快。那怎么还你非得玩游戏呀、啊？叶飞，别说话，爸谁来了？爸，这是哥哥，是海弟弟。说牌呢？说牌让我姐夫给我算了。去年的飙车走了几单，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还算啥算呢？你咋算都是哥有理，你算他干啥？是，哥来了你开心吗？我开心。高兴不？高兴。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？没毛病。来，咱试一试。不是，陪哥玩啊？玩啥游戏呀、啊？别。哥，我告诉你，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，老有意思。就是很简单，捂眼睛，完了指路，你喝还是不喝？不是，这游戏我玩过，但我玩不好，玩不好咋玩？活跃一下气氛，为了开心嘛。行，过年开心是吧？行不行？那这样，上了四个人呗。对 ，OK， 那玩呗。这样啊，谁先捂？你先捂。你是个人吗？尊敬你。对，你先捂啊，我先捂啊。对。好，不许看啊！来，我来指，你来说，这酒谁来喝？喝不喝？不喝。喝不喝？不喝。喝不喝？喝。你看，喝，他上来我就喝一个。来，行，你这样啊，你这样，咱别着急，慢慢玩。我呢，我就喝一口，好不好？哥，可以。干了你咋的？没人陪你还不干？不行不行，哥，来我陪你。不是你陪啥呀？你陪啥呀？到我班了，你都摔个瓶盖了。哥啊，这杯我敬你。嗯，酒下去，感情上来。哥，咱干，这怎么都得这么喝，这么生活啊？就全是这套路。那我爷们儿嘛。哎呦我的妈！挺开心，高兴吗？我也挺高兴。再来一把，啊，玩儿来吧，你就玩儿，再来一把，再来吧，好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来，四成啊，我来指，你来说，这酒谁来喝？喝不喝？不喝，喝不？哎，你看啥呀？上面用的是麦克，玩赖，玩赖，骗，你不带赖的，不是的，我看你能骗我。我看你一直指我，你说喝就好了是吧？敬业了，敬业了，听天由命这个游戏。再来，我来指，你来说，这酒谁来喝？喝不喝？不喝。喝
不喝？不喝。喝不喝？喝。你看看，哎，别喝了。喝这，你这点儿啊，太背了。来来来来，走一个。这样啊，那盖儿，这样，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。这样，我呢，咱这一口一口整，有杯呢，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。你干啥呀，哥？这样，我陪你喝一个。来，来，走。不是，这咋一声一声的？哎呦，开心不哥？开心，高兴不？特别高。最后一把啊！行，来，拿这，哎，别闹啊，别闹啊，别闹啊！那个什么，你们开心不？开心，高兴不？高兴，不玩了。那个什么呢，我那不是个闲人，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先处理点事儿啊。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，再见。哎，等会儿哥，嗯，我玩儿挺开心，咋这么久就走了呢？嗯，再说了，你还没给钱呢。给什么钱？钱有钱，钱有，那海参吃的我给啥钱？就你喝那酒你没给钱呢？我喝的是正的，我给什么钱？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？买的都让他俩喝的，我给什么钱呢？吃的也没给钱呢，我给你个大嘴巴！你吃点这狗粮，你跟我要什么钱呢？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，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。不对啊，不对，你不能走啊，哥，这账没算明白。你还要什么钱？哥，你该忙忙你的啊，没事，扎着脑。忙啥忙啊？那不赔钱了吗？人家有理。有理我没收到钱。你要什么钱？串钱。串钱是我吃着了吗？串。喝的酒也没给钱。酒人家不说一喝的是赠的，人喝来的。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。买的酒我俩喝的，你怎么还算账呢？再算就赔了。那咱咋还赔了呢？人这还剩一瓶呢，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？不对，不对啊，燕飞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啊。你看看，燕飞，就这是啥？你看看。不对，不对，哥，你不能走啊！老板，有人喝酒不给钱。你看你走的谁？又是大嫂。电台给烧烤，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？It's me。过年好，贵姓？免贵姓好，八戒你说。行啊，一年来一趟，上我这开年会来了，又玩去年套路，喝酒不给钱是吧？这回不是不给钱，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。厉害了我的哥，升级了我的哥，行啊我的哥，怎的？去年逃单，今年改诈骗了啊！这家把你嘚瑟的，这词儿不好听，有账咱不怕算，算呗。嗯，从头给我捋一遍，我给你讲一遍。哥，你讲啥玩意儿？你讲啊！咱有理，咱怕啥呀？你就给他讲一遍，你看讲完老板你就明白了。你必须得犟着，喝完酒去。好嘞。不是，老板你看啊，我就不信这劲了呢。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，行啊，咱就这样啊，我认了，我认了。我非得把账算明白，来闪开！你搁这看着吧。我来了。好，好，这是买的。OK， 这是赠的。对，我进店以后，说店改风格，然后我要了个海参，给我上一串柴油，结果让海参给造。我吃了。他一上来，砰起一瓶，他就喝了。啊，对，他是怎么喝的？你是怎么喝的？我是这么喝的。然后呢，就给我起一瓶，我就喝完了，我就放这儿了。不对，起的是空瓶啊，是满瓶的。满瓶，你是怎么喝的？哥，你喝，你喝，你等等会儿，他怎么喝的，我就怎么喝的。对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。你喝呗，你有理怕啥的？你什么？你有理你怕啥的？该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差一个，我是这么喝。往下进行。哎呦我的妈，有澡巾没？下面全湿了。我就这么喝的。嗯，当时他说你开心不？我说挺开心。他说你高兴？我说挺高兴。他说咱们玩个游戏，然后他就上来了。
上来第一把我就输了，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。他是怎么喝的？我是这么喝的。对对对对，他就这么喝的。他站那边太优秀了。你是怎么喝的？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。对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。我你这是什么呀哥，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。我告诉你啊，必须得喝，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，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。我哎呦，他是怎么喝的？我就这么喝的。演完了啊？没呢。没有呢，这广告啊，没有呢，还差一瓶呢。我要说，我就说吧，我酒量不行呀。然后他就说不高兴呀，我说开心呢。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，结果我输了，输了，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请一个，对，是这个事儿。我请了一个，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？你俩是怎么喝的？我说我赔，你说你赔，咱俩说一块敬大哥，对不对？嗯。完了，啪，他这边又起一瓶，他就这么事吧？咱仨是一块喝的，对，三瓶，对啊。瓶盖都哪去了？瓶盖都，瓶盖。然后他俩就喝了。哎，他俩是怎么喝的？你俩怎么喝？我俩同归于尽喝的，叫伤害啊！我俩这么喝的。这啥呀？他全呐。中箭呢？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。好，他俩喝完以后呢？我是这么喝的，喝不喝？总共我喝三瓶，剩一瓶，往下进行。完事呢，我就要走，我就要钱。啊，我说要什么钱？我说串钱。对，串让海参给吃了，我给什么钱？我说喝的酒也没给钱。我喝的都是挣的，我给什么钱？买的酒也没给钱吗？买的都让他们喝了，我给什么钱？对，怎么还能搭五块钱呢？他不是剩一瓶吗？都搭五块钱。不要说重演了，我劝你，你重演一遍，刮又剩一瓶，这你给人使坏了，这个。哎呀，厉害了，我的哥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姐离婚离早了，我把我前妻叫来，让他给我捋一下子，这我真看不明白。你给我回来！我没干啥呀？怎么还就八十块钱呢？别蒙我，表面演的倒挺真，实际你们套路深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去年整小数点点我，今天组团恶意推销，往死怪我。老板配合店员玩呢，拿我当二呢。我看到免费啊，黑店，黑店，这单今天我买。不差钱，你别买，咱必须给他演。今天我就看怎么回事。你先把你前妻叫来啊！换犊子！你到底哪花的？你给我拿50片黑油。拿来！换犊子！你把我整死得了。海参，你别说话了。不是，我是我越瞅你越像鲍鱼。我是你这头的。别说话。那个猴哥，刚才你有一句话刺得我心，你说什么玩意儿？黑店是什么情况？你们恶意推销酒。我说了，我就能喝一瓶。上来之后，他和他把死怪我。我抽死你！怎么能恶意推销呢？为了几个破瓶盖，咱能讲点良心不？啊！等我完事儿，受你们。上定了吧？这是几？那是八。厉害了，我的哥。嗯。是吧？今天这钱不用你拿。我请你喝、啊、行不行？为啥咱都是农村家孩子，今天过年，为啥过年我这小店还营业吗？那等到天我呢？不是那个事儿，
你理解错了。嗯，看着我家门口这条路没？嗯，过年了，农民工哥们儿都没回家过年，为了赶工期，让咱们老百姓早点通车，多么伟大！嗯，谁都想家，谁都想过年。嗯、我特意告诉他们，把农民工给我盯紧了。对，到咱这吃饭，咱要免单，请他们吃顿年夜饭。嗯，所以说呢，今天不管我要请你，只要是农民工到我这吃饭，我全请。哎呀，确实是这么的。你可以摸摸我良心。好，我摸摸你的良心凉不凉？大哥，你喝多了，这呢。嗯，哎妈，良心有点凉。你说的情况我感动，是真的吧？哥，说实话哈。嗯。出门打工都不容易，嗯，能到瞧得起我，到我这吃点面，嗯，啊，配着毛豆来的，没啥吃的了。我不瞒你说，不管请你，谁来我都得请，嗯、知道吧？嗯，你还有朋友可以都叫来，总共就六七个人，跟我一起坚守岗位的，可以到我这吃饺子，是真的。这事我值得给我爸妈打个电话，啊、不跟他们说一声，不用，别给老爷老太太添麻烦，别不用打，不用打。嗯，老拨个号，喂，你说，不用，你说，你说话，喂。老爸呀，不是，老妈呀，不是，我农民工兄弟，啊，老弟呀、啊，那个你们别干活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到马路对面，啊，大城市烧烤店，嗯、赶紧上这吃饭，吃饺子，饺子是我亲手包的，嗯、肯定让你尝尝老爸老妈的味道。行，来吧，啊，好、啊，来吧，来了，好的，哥几个，把饺子都给我下锅，热乎乎的，给我端上来。等一会儿的，今天是不是请我？对呀、啊，那让我剩把脸，怎么剩？把饺子一个串给我串一下，给我来20串炒饺子。大哥，饺子必须得煮，要不然不好吃。这是2017年的时尚，我需要引领。听你的，我的哥，把烤饺子给我端上来，请农民工哥们吃饺子。行。谢谢你们，兄弟们，快点喝酒！来，哎呀，喝一杯，这给你拿一个，再加什么？加酒。